期待已久的杂志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好像有点空虚，怎么就拿到了？我们吃完饭回家以后就换了一下妆。因为我之前有一双我很喜欢的鞋子，但有一次外拍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跟的部分弄伤了，这个鞋子然后这个厚底的部分就是应该是有被硬的东西刮到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有点怕它会整个断裂，然后这边也是怕它会断掉，所以就趁今天有时间的时候我要把它带到我买的地方，看可不可以把它修一修。到喽！嗨嗨嗨嗨嗨！可以念一下吗？好。你说你们是有那个合作的店？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拿去给人家修一下那个鞋休闲地方，都是他想用。好啊，所以你拿给你们也是拿给他的。对对对。好。